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芦洲道场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施德昌行士为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施德昌行士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泸州道场第26届正基班学员，叫做施德昌。好，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施师兄再一次到我们节目来那我们要请施德昌贤士跟我们分享有关于风水方面的一些案例。我今天要来讲这案例啊，就顶年112年嘛，我们同乡哈，因在平应嘛，也是大陆人嘛，因查囝哈。就是要伫台北遮看厝，台北市看厝。因个时阵，因为算即个讲，因妈妈含阮同学是好朋友嘛，熟识几啊十年啊。有当时啊，也要看厝吼，总者拢会先找阮同学安尼先。我讲这個案例，就是讲算112年的顶年啦。阮同学因一个朋友是大陆个啦，算因早囝过来。台湾吼，就是要买厝嘛，伫台北市要买厝嘛。因为算，因妈妈含阮同学是几啊十年好朋友嘛。有当时要看厝来讲，拢总在先打电话阮同学安尼啊。阮先看完，感觉会使，才叫因查囝去看安尼啊。其中看几啊间，看20-30间啊啦吼。其中有一间就是因查囝含阮做伙去看，结果个时阵，阮就入眠。结果时入眠个时阵我看到是安那，因伊是火平，电梯是火平。到入眠个时阵伊个讲厨房是伫火平，搁而且是迄个背气啊，灶位背气。我想阿叔讲灶位背气，都无讲介好势啊。看看内面的果子嘛，唔是讲盖好啊。买来时阵就是安尼嘛。因查囝嘛看看，因查囝嘛伫个厨房遐看看，伫遐一睏啊。我嘛唔知伊伫遐差不多偌久的时间。完大家拢看完，就出来，就转来。经过第二天的时阵，就是阮同学就问因妈妈，恁查囝即间厝看了呐？伊讲。因查囝入病房去厨房，还是讲伫遐感觉安尼气安尼怪怪安尼啦。伫遐讲遐厨房白气遐讲怪怪。伊讲因查囝，因为因查囝本身有一点个灵性就是有当敏感性安尼。就讲吼，因查囝入去伫遐厨房讲安尼感觉气足奇怪就对啦。讲啊，咧因妈妈咧同阮同学讲啊，咧我同阮同学讲。就是咧灶位背气啊，就是咧讲迄个磁场无好啊，因为背气来讲就是无介好啦。伊遐讲哦，因妈妈听安就对啦。伊讲，就是安尼哦，不管因早囝只咪讲啊，啥物怪怪安怎拄安怎，就是安尼。所以为咱这师界种风水来讲，背气灶位背气嘛是袂使，除了讲你去解答安怎，所以有只嘛当印证讲风水来讲，确实也嘛是神不欺人的，对啊，这是我的印证啊。对，因为风水这个东西所讲的就是一个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就是所谓的天理。那讲天理不容，其实不容什么？不容你风水不对啊。所以
风水也不对，敏感的人就感觉到，这个气场不对。可是一般的人都是不敏感的嘛，爱得干嘛讲，我无相，我看无相。但事实上，你可以按照我们所教的这个原则啊，来看到这个风水好与不好啊。那接着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案例？我今麦在讲第二个案例，就讲吼，算看厝啦。其中吼，我去看厝来讲，有一间吼，我伫台北市啊，啊，伫纸币来讲，就讲伊个吼，伊个电梯吼，伫两边，倒里先会当去，讲吸收伊个气就对啦，吼。啊，倒是台面个格局来讲吼，伊是到时个时，伊是是两叮当就对啦，你啊摆互动都袂使，伊是拢动安尼啦。啊，倒是像伊个格局来讲吼，算拢属于啊，无去冲着，无去拼，倒内面个格局算袂歹安尼。啊，尾仔时，阮转来我着占卦，结果个时卦是六冲卦，但是伊是迄个当化财安尼啦。啊，我想奇怪，安尼这有神机哦。啊，倒我着慢慢啊转来印证，因咱。对这款那不是讲解的来印证安尼嘛？啊，结果厝的地看嘛，到第十天、十几天的时阵，有一届，阮同学就问因查囝因妈妈讲，对一间来讲，迄间厝唔是看袂歹吗？恁太无爱，听讲迄间厝卖去啊，人算已经卖去啊。啊，结果的时阵啊，因妈妈含伊就讲。厝是袂歹啦，因囝婿嘛真喜欢啦，啊算伊个内面个格局吼，算拢无啥个问题，倒而且客厅嘛阔啦，吼啊，但是呢，唯一一点啥啦，厝伤旧啦，因为已经十八年、十九年嘛，安尼因要买厝，拢看有讲五六年个无啦，新厝安尼伊感觉旧厝感觉无好安尼，啊为这咱占卦来讲，有两项代志，第一项代志讲，你化财来讲，只讲伫只，因为本身做生意嘛。我啊阵伫只大个，我做生意赚钱啊，因为伊吼生意做好个，伊个卖迄个咧所谓个水饺啥物吼，生意做好个安尼。啊，我想两项问题，第一项问题，伊啊只说伫只大，应该化财应该就是伫只一定会赚钱嘛。但是咧，另外第一问题，伊是冲啊。啊，冲就是山，表示讲缘分无够啊。我讲为这個来讲，这卦来解来讲，会使用这两个来看。啊，确实我嘛是安尼啊。啊，就确实啊，无这缘分啦。伊看了袂歹问题，无去买，嘛是买叫唔买去啊。这就是讲一个案例啦。这是。另外，我都讲这厝的，这都另外一个案例讲给我听。在1908年啊，算伫台北吼，阮同学一个因朋友啦，一间厝就是讲算因朋友吼，迄是夫妻一面的厝啦。啊，结果的时阵啊，迄间厝是要因为算大家要分钱嘛，啊，就想要卖掉嘛。啊，结果的时阵，阮去看几下个，包括伊啊，算好质量拢真好哦。啊，买来的时阵啊，有一届吼。我上紧完就占卦，结果吼，卦中来讲吼，就是冲的卦，都而且是化贵的卦。我想这有先机哦，到底是安怎？结果的时阵，我就去尾仔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去了解讲到底是安怎。结果是安怎？第一，因夫妻祖先讲厝袂使卖予别人。爱阮子孙啊，咱子孙会使啦，袂使卖互外人。第二项呢，伊个厝有租人，结果听因个厝口讲，常常看老岁仔人伫楼梯行来行去。我听着讲，他有遮神奇个，因为伊因祖先吼，算拢有当在个楼梯行来行去安尼。啊，到而且买迄间厝个时阵，算因夫妻个小，算因翁个小妹啊。买去，因为就是讲爱留因家己的迄个，家己兄弟姊妹，来讲，有这占卦来讲，你了解啊清楚，会使买，袂使买，有姻缘无姻缘，嘛会当为这卦中来看出讲这神机，确实也是非常神奇啊！从这个案例哈，
其实咱能看出很多东西哈。除了这个一讲诶，吼，即卖讲这个案例跟因缘以外，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到一点哦。你对祖先哦，那祖先有什么样的坚持，以交代落来代志，事实上要好好的跟完成，好，这个一定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庇荫。好，按照直接学习易经风水过程，那么还诵经嘛，哈，那诵经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印证？讲到诵经哈，这实在是因缘太深了。其实差不多民国七十几年啊，就一直有接受这诵经啊。啊，到七十几年、八十年，就一直拢有啊。但是当然是最近这几年是算诵经较侪啦，以前是无诵经较侪。但是我要讲一个案例，就讲，因为我早起时阵上班时，我拢徛在倒班嘛。啊，我其实有习惯哈。然后徛倒摆，然后上经，然后念诶。啊，其实我迄阵有一段时间在念《大悲咒》。我徛倒摆时阵吼，我是算较属于中山接近内山，去徛。结果是外口较外山一台客运车，向阳徛开过，准备回转，要坐我诶头前安尼。结果当下差。可能无几秒钟，零点零几秒来讲，伊停开，我嘛停开，啊无一声，都唔知变安怎。安尼伊都安尼，吼、哦，迄个司机也是喏，惊一下半死，伊就讲啊，歹势。啊，其实迄阵我动啊，因为我是沿路上，沿路迄念大悲咒，其实讲有惊着，其实嘛无啦。当下袂顺，讲啊，就阵来停落来，啊，拄啊将要接续着安尼，啊，结果。啊，讲啊，都无代志啊，伊走，啊，我嘛走，啊，结果的时阵，就讲无代志啊，啊，无差怎啊，无啥物啊，所以讲哦，这上经哦，实在做者哈不可思议的代志哈，这讲有当嘛，讲啊做奥妙安尼啦，因为这我是一个分量，所以其实我进前都拢哦，因为徛了倒摆有上经，在讲念咒的习惯啊，有当啊，都念佛的拢有啊。包括即卖来讲，我嘛是安尼。有当啊，徛倒摆都哦，往禅老祖啦、阿弥陀佛啦、台湾地藏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其实我拢有即款习惯啊，对，一直拢安尼。啊，所以我感觉这上经啊，真正哈不可思议啦，这是我的印证啊。哦，因为师父也有开示过哦，你一上车啊，要骑车。或者是你开车或者是骑车都可以，你只要手去摸到方向盘，你就开始念，好、哦，可以开始念。念什么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连续念十二遍，然后你就可以开动。啊，你可以开出去以后，十二遍时间很短啊，你耽误一下，马上就可以出门啊、哦。但是你不念呢，出去什么样的什么代志会行李都不知影。好、哦，那有念，你有念的护法神就会过来拥护你，好、哦，拥护你就出去就会比较平安，好、哦。那我们再请问师兄，你这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印证？我咱来上课的时候，有一间啊，就是讲哈法师啦，有讲，咱金宝，咱上紧的金宝。有当啊，你啊讲带出去叫出外去哈，带金宝伫咱随身携带哈，就是有迄个保护的作用。啊，有一届哈，阮在阮同学嘛，啊，在阮朋友嘛去，应该是花东三日游，但是安怎，啊，就去哈，啊，就带伫饭店。啊，因为我习惯拢有带迄个讲，咱即个讲《天德经》啦，《地藏经》放伫我的包包内面，啊去，啊就伫，哈，伫饭店。啊，就习惯将这金宝都放伫咱即个讲，伊个顶伊个化妆台啊，吼，咧讲房间个化妆台，啊，都放伫遐，啊，就是安尼过吼。啊，结果个时阵过长工，吼，迄个暗带过长工，啊，结果阮同学因朋友住伫边仔隔壁，几个朋友住伫隔壁，因遐拢共阮游览车去个。伊讲吼，你毋知啊，阮昨个阮遮拢无困呢。伊讲暗时睏袂去啦，讲有迄款物件，安尼撞来撞去，啊，结果大家拢撞拢无去，啊，讲啊恁有代志无？啊，阮同乡无咧，啊也无感觉。
安尼啊，啊，就是安尼过啊。啊，因讲吼，啥物遐有安怎都安，啊，尾仔因经过安尼个时，因尾仔网络查讲啊，迄间饭店有迄款物件，还是尾仔事后讲个安尼。讲啊，在经报来讲，正经有保护作用哦。虽然有伤无伤无要紧，但是这经报放伫遐，就是有这个保护作用。所以为这个应景，哎，遐经报来讲吼，这安尼算袂歹哦。啊，啊，倒来。第二天我要做同款哦，带金宝的情形同。有一间，阮去，同阮去南投遮嘛，我游览车去啊，我两天嘛。啊，因为吼，第二天也是要转来吼，这游览车安排阮讲去一条溪吼，属于较深山的溪啊，但迄个溪讲是秘境，哦，啊，再因讲个秘境，但是无人去的所在，就叫秘境啦。啊，阮讲，啊，唔捌去过，无好啊，无来啊，阮就是。迄阵游览车停诶，到内面来回可能要点偌钟。哦。啊，阮就讲，啊，反正都闲闲啊，无代志，要行就行，当作运动嘛。啊，都含阮同学行，啊，因朋友行嘛。啊，就入去啊，啊，行入去都行出来啊，反正就是安尼。啊，因朋友有诶是行到三分之二，啊，就倒转来啊。啊，其中有人嘛，行去到内面倒转来安尼啊。啊，就安尼，咱就安尼啊，过中间就伊阴暗就转来，啊，过两三天，因阮同乡因朋友讲，啊，你拢无安怎？啊，阮同乡是安怎啦？伊讲哦，转来艰苦几啊天，因迄款可能还有迄款灵性，讲几啊天啊，阮同乡啊是安怎？刷着啊，伊讲吼，袂使讲啊，就反正艰苦几啊天安尼，你毋知影吼，讲艰苦啊，讲你拢无代志，拢无啊，啊，所以阮同乡讲我听。啊，带金宝来讲，好处遮济啊！安尼，尤其迄金宝是咱上经的金宝，更加有这個保护作用。所以为这来讲，出门来讲，尤其旅行啦，在安怎的时阵啊，带金宝真好。尤其从即马来讲啊，到即马来讲，我出门我冇习惯带金宝，啊，要带一暗的。但包括我等下港吼，阮祖厝伫下港，我等于我嘛是会带金宝等下呢。带金宝来保护咱，啊嘛是一个真好诶，真好一个方法对啊。因为带金宝吼，其实我嘛就习惯啦，啊出门我也带一本金吼啊出门。啊，师傅吼曾经开示过吼，你如果去住饭店吼，啊是什么所在，你无带金宝，啊你都入面会想到啊，会使，你可以用一个方式，你在你的左手啊，左手拿出来，右手呢举一个中指啊，中指当然。不是这样啊，没人嘛，这样啊，再写一个佛字啊，你先哈一去写佛字，在你这个房子的四角落给它贴上去，然后祈请啊守护神来守护啊，那你那一天啊，在那边住非常平安，啊，这些话是书开西鬼节妙法，啊，这个可以拿来用，啊，那我们知道事实上显示以及这些诵经方面哦。相当的造诣相当的深啊，那我们其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印证？我现在讲哈，正1809年哈，我啊那时阵多要去哈那个越南啊，中越线刚要去佚佗嘛。那时阵也是，我得去报名嘛哈，啊，得算我同学啦，啊，得包括亲戚啊，你讲的啊。越南嘛，唔捌去啊，无就来佚佗啊。迄阵在退休尔嘛，吼，还用来佚佗。啊，迄阵就是去报名嘛。啊，你迄阵1809年的时候年头，迄阵就是讲，因为大陆已经就开始有迄个疫情嘛。啊，迄时阵，阮就已经报名。啊，结果的时阵哦，就是阮同学因亲戚伫伫讲，啊，人即卖疫情迄块，恁都敢去，恁是唔惊死哦？紧去退，啊退的时候，你也讲吼，了的钱我帮你出。因个亲戚安尼讲意思要出就对啦。讲啊，反正迄块，伊要出就对啦，恁卖去啦，嘛你去安怎就安。啊，尾个时阵吼，迄阵有占卦，啊冇问李应霞，其实迄阵李应霞是无啥物钱通好退后哩，迄阵所在是安尼。啊，用占卦来讲哦，是化官贵化贵啦。嗯，我想也惨啊咯，啊，无去袂使，
啊，要去来讲是变哪？迄阵就照师傅讲了嘛。第一，平常时上敬会向；第二，哈、哦，咱的宗旨包括师傅的迄、那个讲迄、那个讲一个念珠安尼嘛。第三，带金宝去，透早上、暗时上，哦，这是算咱迄阵家己认识是安尼，就安尼上嘛。啊，就是安尼上。啊，迄阵的时候做出别。一台航爱讲飞行机的时间两团尔，差不多五十个人，剩下人空空，拢无人。飞行机拢空空，因为迄阵都有疫情嘛。啊，去到越南的时阵，拢无大陆的，因为大陆已经有疫情，越南禁止大陆入境嘛，拢无大陆人啊。啊，都反正拢感觉无啥人安尼啊，啊，都安尼怣怣啊，佚佗五天转来。啊，结果反正都当中也无啥物安怎啊。啊，结果的时阵啊。神奇的代志是安尼，我到阵嘛想无。同尾啊，刚转来，到圣港的机场入面，啊，啊，就伫遐行，香港，噗噗噗噗噗，物件落去是啥物件？结果看看，嗯，啊是安那闹阵？结果是师傅送个念珠，规个拢断去，落啊土啊，规个规个拢落啊规个。讲哎、欸，奇怪，啊，我都有个捡个，有个捡袂起。嗯，啊，这念珠安尼是毋是包？表示来化解这灾厄嘛，因为咱迄阵当时我无沾挂，但实际上嘛拢平安无代志啊。啊，而且因为咱上经来讲，唔是讲咱个人的平安，咱是都回向吼，大家吼归团去，大家拢平安安尼嘛。啊，结果拢无代志，啊嘛拢顺顺，啊都干念珠落去，啊当然尾啊念珠都去神父寺，都去请伊安尼。啊，所以讲，嗯，啊都无代志啊，我早金宝啊上经啊，嗯安尼。化贵哪会贵的，嘛无要紧啦，因为咱有上经来回向，咱完成这事安尼，啊，嘛是让咱平安啦。对，哎、欸，所以我讲，哎、欸，为这上经实在是做事情安尼。嗯嗯、欸。因为，像这例子听出来哈，你平常乍见法器在身躯，对咱有好处啊。譬如讲，包括你念珠啊，有时间断去，无来无去断去，那可能就是。你有一解啊，这样说断掉。像我自己本身就断过两次嘛，啊，断两次也等于说过了两劫啊，两大劫。那这个东西你还是相信，当然你就会自然会发生这一事。啊，你也不信，那个还多喝，好。所以劝大家在很多的学习上面，除了学习易经的。妙法以外，哦，风水的妙法以外，你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要时时去注意，哈、哦。那我们再请这个师师兄啊，再看，有什么样的，这个诵经妙法方面的一个印证。我今麦讲哦，到另外一个案例，讲110年的时阵哦，咱台湾疫情的时阵嘛。对。啊，我本身的时阵，哦，等于下岗啊，起来台北的时阵，其实有染疫的，啊，就。规口早死的人，大拢染疫。啊，迄阵的时阵，其实染疫来讲，有诶讲风声哦，啊染疫安怎拄安那，哪有足严重诶？但是咧，以我本身来讲，我是敢小可安尼，哪有感觉呢？卡卡安尼啦，啊，发烧差不多加一度尔嘛，无啥物安尼发烧安尼，都感觉嗯，啊，这安尼敢是染疫嘛？问题。检查吼，用迄个讲起着都快筛，就是有染疫安尼啊，啊，就是全安尼吼，都安尼过嘛，啊，摕药啊，都食不完，都感觉无啥物代志安尼啊。啊，尾啊，其实吼，我有去占卜啊，尾啊，师傅有占啊。哎，师傅讲的，老师讲的，咱的染疫是讲咱的冤亲债主来找咱啊，咱欠人的啊。对啊。啊，安尼办啊，得上经。我迄阵有占两支卦，一支卦讲，我上经，予咱这个瘟神离开咱一项；另外一项，我上经的时，瘟神伫咱这家，做咱的保，还讲咱的守护神安尼。结果是，我占卦来讲，两个拢是迄个，拢正拢同款的，拢，伊生咱，咱生互相拢合起安尼。两支卦拢同讲，遮趣味哦。啊，所以自迄阵来讲。我完，我开始上经，上地藏经，吼、哦，予咱的温顺，看是要伫咱的身躯啊，但又讲要到西方净土啊，吼、哦，就是安尼去上安尼。啊，结果的时，为安尼的应景讲，
上经来讲，你会使予咱咧完成这事，离开咱也无要紧，这件事这样无，做咱家做咱的朋友，咱保护咱，诶，共同来共修以后来讲，承担去咱的好净土，其实嘛会使。所以我感觉，诶，在上经来讲，其实哈。实在是真殊胜，会当这样施者消灾化者，这是我的分享安尼。所以哈，我们了解到易经风水的一个殊胜哈，啊，那最后就是请啊师师兄是不是来跟观众朋友来鼓励一下哈，来学习易经风水啊。电视机头前的善信大德哈，因为易经风水哈，其实会当保护咱家己，也当保护家庭。啊，有机会时吼，你会当就近吼，你爱道场啦、教室来上课吼。至少的时你了解要安怎做因事，做要安怎消灾。有当时拄到问题，你要安怎处理？我感觉为这印证，我感觉吼，对我真帮助安尼。啊，所以请各位也有机会当来咱易经大师来上咱的迄段咱的易经风水。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吼施德昌贤士哈。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啊，祝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恩爱心，无爱心，大家心连心，面对会变羞耻，合作不在世念佛时，不住生佛心，速度妙法力，信心无怀疑。